涮毛肚的时候一不小心涮老了，后来转念一想，自己也不嫩了，何苦为难毛肚。这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吧。毛肚是什么？别的都是弱水三千，只有毛肚是那一条。毛肚更适合在滚沸的红油锅底中打头阵，涮着涮着高潮感就来了。油有四个味，但是能拿来做毛肚的就只是第三个味而已。在涮毛肚的时候，诀窍是七上八下，辗转腾挪七八次就熟了。这是一种刚好的火候。搭配毛肚，我选择一杯来自中国宁夏产区的长河翡翠马色兰。这杯葡萄酒里也蕴含着时间的巧合，岁月的火候。三杯两盏，七上八下，我们也不过是五湖四海。无论是我们毛肚还是一杯酒，就是在最好的年华、最好的火候、最恰当的遇见。这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。